屌那妈，老子是广府、省城、河南的廖威廉同志。梁醒波就唔能够醒目，唔能跟老马死扣翻上嚟，投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怀抱，为人民服务。拉下听扣翻一段仔，佢老友文国飞翻唱佢喺中华民国四十年开戏师爷陈冠希编撰嗰出《神剑闹吴宫》开场史嘅一段曲仔先啦。为寻干将走，方村大宅名山曾搭，偏一人不见我恨难言。最惨是百日闲期，至今尚余一些日短Oh!
上去淫威啊！啊千八九回家照啊！